九月要开学了，厝内的学生囡仔需要文具来画图，上好用彩色铅笔。除了画出来的图清气以外，阁袂甲手用垃圾，而且这彩色铅笔阁有其他的功能哦。阿嬷，你画迄是啥物妖魔鬼怪哈？啥物妖魔鬼怪？这是边仔迄个树啊！我袂讲话，我袂。这么好用的彩色铅笔，咱节目现在就要送给你，只要在咱的影片下面留言，就可以参加咱的抽奖活动哦。你当作简单安尼尔，当然也唔啦。今仔日吼，咱主委加码，阁要送予大家都是这，而且咱唔啦送你一盒，今仔日咧是要送你一手哦。哎呦，学生啊开学了呢！啊，你为什么迄节目吼是针对这学生囡仔？阿妈，你专业袂哦，我来画些物件，互你约，看你约会出来袂？好啊，阁会使画图。好、哦，这啥？这啥物件？这是山呀、啊？不是啦，迄个是头。哦，这头哦。啊，这是乌色的。迄是屎呀、啊？迄是皮啊啦，阿妈。哦。那谁啊呢？原来是迄个物件哦，但是这个物件这么有名哦，为什么我是只放伫个影片就好啊？因为史努比的版权无法度伫个网络面顶播出啦、哦，所以才有这种方式互你用。哦，对啦，即马迄版权的问题吼，嘛是爱注意。但是你用这个方式吼，互阿妈用，阿妈互你一个赞，真有创意。伊细汉的时候其实嘛是爱安尼爱有这個。你一卡哦，细汉的时候，到这阿伯生前的时候，伊这买你嘛是软的呀，啊是无这螺壳吼，甲保护，嘛是会去受到伤害啊。所以，我就是只系透过这个活动哦，希望大家游客来个来个，我昆丁吼，以后以后海边面拍照片吼，然后我也安排安排来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新的路线哦，喜欢甲昆丁拍照伊，伊都昆丁啊发觉到的。中山大学老师伊就要感谢我，所以的用哦，这厉害，用捏生，叫做女士女相手势，用力，用力，哎，大哥啊，迄杜兰先生啊，伊嘛是家己甲迄假生啊卡拍照，哎呦，我实在要笑死哦。但是吼、哦，伊嘛是为着迄环保的宣传啊，这暴动了啊，伊嘛是会甲迄个卡吼藏到转去。大家爱记得哦。阿妈换了镜子了后，刷到来，等下看古锥的囡仔。有古锥囡仔。哦，这囡仔古锥。哎，边个路遐大条？为啥物要弄迄个坑啊？这是阮头做饭呢。哦，这啥？哦，团特啊，咱来做野菜火锅咯。哦，伫山顶煮火锅，这香油。我合作阿姨，哦、阿姨我最喜欢在山里，常常和好朋友娃娃当中。哦，伊好朋友叫娃娃啦，无该叫娃娃娃。哦，这节目真无趣。哎呦，阿狗，嘿，囡仔吼是毋是真正爱把迄青皮摕来食啊？袂啦，哪有可能？那无清楚，你安尼老糊涂。你讲啥？你拄加工一个话讲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家拢点。手摇椅，大姨娘老公。哎，问，哦，伊问伊个大姨娘老公。手摇椅，手摇椅，咩讲啊？我唔是拢讲饮料，要去啉饮料。手，我讲。对，饮料。手摇饮料。饮料。我知影饮料啊，你。对。啊，手摇饮的代志。哦，你讲怎样？这到底是哪人讲啊？讲好用代志是不是足简单的呢？代志足难的。真正的呢，即马足侪迄外来语吼，拢无迄代志的公筷，这无袂歹，会使学一寡吼新的外来语。但是迄手摇饮呐，迄代志是要哪讲啊？要知影手摇饮代志安怎讲，出来公司代志在 YouTube 找新书，啥人知就知影咯。对啦对啦，爱去看较知呀。啊，这部我有看过啦。哎呦，这哦，我来看一摆。好看的小狗被算了啦，啊，点过尔。哦，迄个谢永轩啦，永轩哦，永浩呢，听无？阿公。啊，这我嘛捌，迄陈家奎。
我都有在看。哦，这个妹妹很古锥的呢，她很会演的。阿舅，看哪只呢？这出这好看，一定要看啦！这出之前无看过的观众朋友，这摆吼唔通阁袂记住咯。干呢？这礼拜是唔是阁到这为止呢？拄只你史努比约到啊，到这为止，阁予你约到啊！阿妈你真牛呢！阿妈我先来走哦，拜拜。等下，腰身哦，这口走敢那飞。阿嬤大挑战五万，来看一下，暂时差一个字，差三万呢，差三万哦，腰身哦，咱这帮那大概拢会爆掉，寓教于乐啊，寓教于乐对。